海水一波又一波的涌上道路，放眼望去，一时分不清哪里是海，哪里是路。海水倒灌，甚至涌入渔温，因为云林博仔寮渔港8月初遇上超级月亮，引发的年度大潮，也让当地居民直呼这是20多年来海水倒灌最严重的一次，甚至差点淹进民宅。本来它的地面的海拔高度就差不多是在1到2公尺之间啊，那告诉你这下陷下去。 很多地方就大概接近海平面了，当然波士啊这地方会海水倒灌，大概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应该是有台风的时候，台风有一些暴潮，然后产生那个浪，那个浪大概外面的沙洲因为沙洲退化了嘛，所以浪就直接冲进来了。要是遇上台风或大雨，淹水情形更是严重。这条，你讲这个淹个家？对哈，这了，都将拢铺起来，那是迄摆上大啊，啊，过来拢抽到遮。 就是因为淹怕了，家家户户都装设防水闸门，但满潮时村子受淹水所苦，退潮时又因为港口淤积，让渔船难以出海。立委苏志芬29号也和渔业署在渔港召开说明会，乡长也盼望问题能得到改善。地球暖化了，海平面上升，但地层下陷。 吼，所以这个问题只会哪来哪严重。吼，所以你无整体规划，你单单的对啦，干呢来敷衍、错杀、错淤，这无就解决问题啦。吼，你若是无把这个土地吼，把咱的海岸线做一个规划，做一个整治啦，吼，这个土地以后不能住人。乡长表示，希望相关单位能针对渔港和堤防做出整体的改善规划，别让居民在苦于与海争地。三立新闻连家庆孙有利，渔林报道。